我操你呀，赢没？我赢没？赢没？操你呀，赢还挺能走位呢。慈悲之人受重，全军出击。平没，平没，平没，平没吃药，平没，平没掏回来，七，平没，闪现平没点燃。应该不用回家吧？迷雾中，一位国王阴魂不散，而另一位。平雷，平雷，平雷，掏回来，七，平雷，平雷。平雷，掏。回想起来，他们还叫我瘸子。平雷。我感觉打野要来了，怎么办？不要考验我的耐心。回点血吧。哎，这个兵他不补哎。微妙的意思。好。拔罐溜七平雷炸，平雷炸，平雷掏回来七。有自己的战团如何？哎。好的，回家了。看到的越多，就发现潜藏的东西。刚才人头不是我，那人头是我的，我都遗失的章节了。他们畏惧着我，我觉得我应该为此感到欣慰。远程英雄转化率6%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哦，硝烟散尽时，炸！盛宴。哎，掏一下，七炮，平雷。平雷，平雷，吃药，平雷，掏回来，打不溜，七发，平雷，平雷，正在收集情报，掏回来，七，平雷，平雷，点燃，炸，平雷。我们这乌鸦最多的好像就是平雷，更加强大，都还不够吗？章节要多少钱呢？好像要800多呢，865，这也不够啊。四层塔皮。像阴影侵蚀。
生诉说的秘密，最后都会传到我的耳里。我可回家了啊、哦！你要不管我。我就会告诉你胜利的代价是什么。这，哎，我靠！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到的东西，我靠，应该不算脏话吧？我靠，哪里算了？慷慨的赴死吧！好一下！他们又想杀我，越挣越多。他有跳弹，那没办法。我靠，不算啊！你即使在别的地方算，我们这也不算。那你没有办法表达你的语气词，对不对？炸！平 A 掏回来，咦？平 A， 我操！吃个药，平 A， 平 A 掏一下，吸，平 A 接炸。掏一下 W 击放，他闪现了，那就算了，下边再杀。嫉妒的一天，炸炸，行嘞！哎呀，没事，我们马上升，升完张杰就给我们回蓝。乌鸦还没来之前，死是更好。大树去哪儿了？你在干嘛？我出来了。你个不知道仇恨的孩子，也得把爱也放进去。是谁给你的勇气六级打八级？我的小伙子，是梁静茹吗？炸！掏一下，劈炸！走了，你还要追我？他刚刚干嘛去了？他怎么没了这人啊？我的话语比我亲手杀掉的人可多多了，我尽力了。你可以在游戏里边打字看，那我靠，肯定不算。你看。你游戏里面打字儿都不算，什么叫脏话？妈了，巴了，逼了，操了，这种。我大可以把他们都傻，但这比我傻不正经的正确可残忍太。像这种。
版图的轮廓必须有士兵鲜血勾勒。好一下，激发，平 A， 平 A 解放了。掏一下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掏一下闪现 ，W 的吸炸，先死一个，往后拉来 ，A， 掏一下炸。哎呀，我想吸他一下再炸了，但是吸地了。已经很久见不着这种大树上单了，他本来想躺一把，没想到连躺都躺不了。我们现在需要1250加800加650，等于多少？掏一下，炸！没点血，掏一下，吸炸，平 A， 平 A。掏一下，打不了击炸，平 A， 平 A， 别炸！不是冒险。2700，2700差400呢，这大树不值钱呢。打个蓝应该够了，打个蓝去。我见到的就是可争。往左边拉一拉吧。我们每个人心里即将破坏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他说死人，帝国那没办法，那杀个大树吧，正好100块钱。哎呀，来了，挺好，来吧。刘也来了，刘来了不行，掏一下点燃西炸，正好平 A， 平 A 接炸，来往机器人这边走，掏你牛，开大炸，平 A， 八八六炸，掏回来，炸，接炸。无敌了！利在望，永远的伤口依旧作痛。我看到的越多，就发觉潜藏的东西。如果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地走在我前面，我就没法带领这个国家。炸！我听到他们。炸！
down. 太过轻率。相比我们不了解的事情，掏一下打法牛逼炸平 A， 平 A 接炸平 A， 炸掏一下，西接炸。我也不好回家呀，这个怎么办？他们眼前掠过自己的一生时，他掏一下，炸接炸，打饭了平 A 接炸，接平 A 接炸，平 A 闪现接炸，平 A 接掏接死了，居然是水银海，我没想到，而且他怎么还有盾呢？要不要美甲窃魂卷呢？算了吧，我直接猫着了，这猫着贵呀，先出个猫着，而且现在还没十层呢，下边我们十层出来吧。我们直接猫着了。原来卢仙这么肥呀，我没想到。我说实话，我真是不吹，现在我一个打五的应该没啥任何压力，应该没啥问题。我的心里放心，你们可能不信，给个舞台，我来一 v 五，炸！平 A 接炸，接掏回来，吸炸点燃，平 A 接炸，接平 A 开大，炸掏回来，打法了，吸炸，叮，炸接炸，炸你牛！知道是谋恨的孩子，你们猜吧，我就打蓝。只要你能够看得懂，哎，没炸到吗？怎么会呢？画一下，掏一下，直接炸接平 A， 炸。他375。我们350。如果他们知道即将到来，四秒有 W 呢，还会挣扎。掏回来，炸！这波比死的有点惨啊。我们现在需要1950加1200，就是死亡。算算数，等于多少？全都是不自量力。等于3150，
那得杀人呢，这有点贵呀。掏回来，吸平 A， 接炸，接平 A， 接 W， 接炸，接炸，接炸，接平 A， 接掏，接炸，挖爪 Q。这刘哥真是好啊，给我顶到卢仙身边去了，够了啊，钱够了。刚好没有这老刘你不可能四杀，那肯定不可能，我得谢谢这刘哥。所以说什么